三月亮才紀念中學的李海橋，我是河東中學的朱盈林。咁你哋今次係2000，你係咩獎？可以講一講你攞咩獎？2000米第一啦，女甲。女甲2000第二啦。咁我想問你哋係玩咗呢個室內賽係幾耐啊？大約兩年，大概就嚟兩年。三年四年到。咁你哋係點接觸？即係有咩機緣嚟接觸呢個運動？參加呢度嘅賽事 program 咯。我都係。即係你哋就咁樣識咗就變咗好朋友。係啊。但係之後你係因為乜嘢而中意玩賽艇呢樣嘢咧？開始接觸水上嘅賽艇咯，之後就覺得佢幾好玩，幾新鮮，幾特別啊！同其他運動唔同。咁你哋以前有冇玩開運動，定係而家有冇玩一啲運動嘅投資？有打波，打籃球。我冇，即係玩呢度。咁你打籃球你係都有分，即係有下入下隊嗰啲。係啊。咁你點分配個時間咧？即係籃球比賽同呢啲賽艇比賽。有時候。有時候會特登就翻日子要請假嗰啲咯。咁我想問下，你本身學校有冇校隊咧？係專登過呢個賽艇嘅？有啊。咁因為我見到你學校咧，就比較少人出席呢個比賽啦。咁你冇講下，即係話點解得咁少人？因為我哋學校有呢個校隊啦，然後就冇乜人想去玩呢個項目，因為覺得太辛苦啦，所以就好多都冇報到咯。咁你會唔會喺學校宣傳下呢個項目啊？會啊，跟住叫多啲人去嘗試下啦，玩下呢個運動，我覺得係因為用到全身嘅肌肉啦，我覺得幾好。咁你兩個係細 A 定大 A？ 細 A。即係你哋下年會唔會繼續再？會啊。咁有冇話啲咩目標啊？因為你本身都第一次啦，咁會唔會話即係譬如競爭對手互相咧咁樣互相幫助咁樣視對方為競爭對手？想再破紀錄咯。做好自己啦，破自己嘅PB 啦。平時練習唔係一齊練習定係？我一齊練習嘅。咁係同一個老師定係點？同一個教練。同一個教練。同一個教練嘅我。你哋陣間係咪會有 reading 嗰啲啊？有接力喎。你有接力嘅。你係。女係啊，女教練。我冇啊。好嘅，咁你係會，你頭先會幫互相打氣咁咯。梗係會啦，friend 喎。有冇啲咩想繼續講下？接力加油啊！冇俾人 DQ 啊！好，你講一句，同佢講一句，想講一句。你都加油啊！加油，完咗啦。